斗争开展以来，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322个，打掉涉恶犯罪集团1275个，黑恶犯罪得到了根本的抑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下一步，我们的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扫黑除恶要进入常态化，同时刀刃向内，对我们的政法队伍进行教育整顿，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出发，做出了一项极为重要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深入地贯彻指示，认真地领会精神，扎扎实实地打造出一支党和人民放心的、信得过的、靠得住的政法铁军。你是咱们全省的扫黑功臣，今天能够得这个奖啊，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啊！谢谢领导。这个是全国教育整顿办转交过来的材料，你先看一看。京海，京海可是个模范城市啊！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是咱们省第一个取得重大战果的，摧毁了一个盘踞多年的黑恶组织，涉案人数之多，金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这么大的打击力度下，还有深藏不露的犯罪团伙吗？所以，现在要对那些查否的案件和重点案件线索进行回头看和全面梳理。既然群众举报，就要一查到底。你到了京海，要做好教育整顿和扫黑除恶相衔接的工作，争取撕开口子，取得突破。现在省里面决定啊，成立省教育整顿驻点指导组，任命你为组长，兼任扫黑督导专员。请领导放心。由于此案可能涉及职务犯罪，经省委批准，派省纪委监委的方宁同志配合你们工作。你要以京海强盛集团涉黑涉恶的线索为突破口，解决黑大散小、有黑无散的问题，衔接省扫黑办，做好教育整顿工作。老徐啊，老徐，这领导也没来，咱们这车上就你级别最高，你这么用功，做给谁看呀？强盛集团在京海可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企业，社会关系非常复杂。我要不抓点紧的话，到了京海，你让我丢人现眼啊！急了抱佛脚，恐怕不管用哎。哼哼，哟，看来是你准备好了啊！我这脑子还凑合吧。哎，那你说说，到了京海，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展工作？我觉着高启强，别理他，先晾着他。你看看这个，先从这个人入手。政协副主席公开讲，省纪委监委在出发前已对此人进行了立案调查，我和领导请示过了，现在和你通报一下情况。刘秘书，龚主席，你有什么事吗？就是你呀，哎，你去把那我今天上午开会的讲话稿给我拿来。今天不开会，所有领导都去见指导组去了。什么指导组啊？就是省里派来的教育整顿指导组，什么市委啊、市府、人大、政法都去了。哎，这刘秘书怎么没通知我呀？你去把他找来。他今天没上班，手机也联系不上。听他爱人说，昨天夜里有几个人上门，说是什么有公事找他，就带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这个龚开江啊，曾先后担任过京海市电信局副局长、清华区副区长、京海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后任副检察长，现在是京海市政协副主席。在他任职反贪局局长和副检察长期间，也是建工集团和强盛集团承接政府项目最多的时候。我不相信他和强盛集团的高家兄弟没有瓜葛。底下我也调查了一下，反映此人心理素质比较差，
所以我想从他任副检察长期间入手。哼，哎，行了，先别管他了。你去叫我司机送我去接指导组，好吧？司机也被叫走了，也被叫走了。什么时候？就刚才。强盛集团的高启强在京海20多年了。嗯，他从一个卖鱼的，到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所涉及的官员，可不止这么一个副检察长吧？到时候约谈的，拔出萝卜带出泥。都离开政法队伍这么多年了，明年就退休了呀。知道这事违反规定，你俩不愿意来，但你俩也不想想，指导组这次来是干什么？看来是要下场大暴雨了。好吧，你说呢？我看啊，下都未必下得下来，顶多一阵风。老徐啊，这京海的同志很有魄力嘛，冒着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风险，还能这么准时来等咱们。开过去。开枪了，我知道是个软柿子，我想啊，这回可以轻松一些。还没想到，还没捏着自己就爆了。嗯，你别光嗯，你说句话好不好？哎呀，这面还没见呢，先吓死一个政协副主席。看来啊，京海市的水够浑的。京海市的水浑，水深，要不然我们还不来呢。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说说，下边这工作怎么展开？你这么心浮气躁的，不利于开展工作。这样，我陪你打打球去。打什么球？羽毛球。这儿能打羽毛球？我跟你说，来之前我已经打听好了，这个招待所的羽毛球馆非常好。我不想打。哎呀，行，哎呦，嘿，你不是说羽毛球馆吗？师傅，师傅，啊，这之前不是羽毛球馆吗？哦，这怎么成乒乓球馆了？以前是，听说指导组的领导爱打乒乓球，我们就换了。哎，师傅，哪个领导要求换的呀？领导定的，我们哪知道？哎，师傅，师傅，啊，行，谢谢。哼，哎呦，有意思，有意思啊！外部出现问题好解决，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内部出现问题。扫黑除恶以来，从来没有提到过强盛集团了。今天以来，大有。
查不出问题，发现不了问题，说明什么呀？说明京海的政法队伍本身就有问题。这回事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查到底。我是省纪委监委方宁，现在可以进吗？可以。事发突然，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了。哎，市委林书记有急事到北京，安排我向各位汇报。领导们舟车劳顿，一直没好好休息，就投入到工作，我们真是钦佩。天哪，赵市长，说到工作哈，我想咱们闲话少说，看看咱们京海市的哪位同志先介绍一下我们扫黑除恶的战果。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自本市开展扫黑除恶工作以来，共扫除涉黑涉恶性质组织团伙12个，查处赌博窝点37处，收缴非法资产共计17.5亿。截止到今年，全市群众安全感满意度98%，创历史新高，蝉联全省第一。我先插你一句话啊，刚才您提到的有12个犯罪团伙，存在时间最长的应该有多长时间？10年左右。来看看这个。这公开江怎么老去扫墓？太频繁了，肯定有问题，去查一下。10年当中就没有群众举报吗？或者说有举报，但是这些个团伙们仍然可以平安无事的存在。或者是有举报啊，那么是谁可以把它压下来？这个是这样，扫黑工作呢，时间紧，任务重。公安战线的同志们呢，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投入到了打击犯罪。至于其他事情，就疏于调查了。疏于调查，打掉了这么一坨黑恶势力，没有牵扯到一个公职人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京海的干部队伍很过硬啊，每一个人都做到了不忘初心，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出淤泥而不染呀。这次下来工作的重心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配合了。我们这次工作重心是这样的哈，扫黑除恶是第一步，挖掉保护伞，同时清理我们政法队伍是重中之重。哎，给大伙发一下。这是什么呀，彪哥？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要搞形式主义，瞎折腾。你看这份资料，丁哥，你把它拿过去，重新抄一下。老季，你觉得？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填写调查表？哎呦，
我估计可不大乐观啊，组长，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了。怎么样？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的，那金海市公安局可真是铁打的队伍了。我猜对了吧？我看看，我看看。 哦，有一份不太一样。嗯，这个人啊，他写的特别细，逢年过节收瓶酒都会记下来，然后按照市场价给对方发红包。您看一下这个，安心。顺着这条路一直走。 组长他们在上面等您。好，谢谢。听说省里派的指导组今天刚到青海。 程谢的龚开疆就死了。谁？龚开疆死了。嗯。怎么死的？吓死的，好像。啊。 安心啊！哎，哎，是我，是我。啊，安心同志啊！哎，他，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可不敢，可不敢。安心啊，到。把衣服换了，下楼去游一圈。什么情况啊，所长？哎，怎么心虚啊？没有什么心虚。 <笑>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我们对你是啊，你看老徐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 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姐，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等等，让安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京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我们基层民警就是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聊得好。 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的。<笑>你这是有顾虑啊？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笑>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吧？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就说说你所了解的高启强吧。让让让让，他不回家过节，在这看热闹。 赶紧上去，打半天了！李先生，后退，后退！快点上去吧！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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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儿是这样的，那个他闭嘴。你怎么样？能不能动啊？怎么回事？我们在家打麻将，他入室抢劫，穷疯了他。进来以后就打我弟弟，我弟弟先天性心脏病，打坏了怎么办？ 他先动的手，他们都看见了，你们能作证吗？对对对，就是他先动的手。我闭嘴！他先动的手，问你们了吗？大姐，先打120。你们啊，有一个算一个，一会儿都给我回队里，一个别想走，听着没有？哎，但是他一个人过来抢劫，你们至于这么多人打他吗？为什么不先报警呢？他抢劫？先打120。 医院的片子没有问题，医生说都是皮外伤。我都说我没问题，不用拍片子。警官，拍片这个钱不用给吧？你不用管了，交代一下吧。 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我没有。高玉强，像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今天过节，咱别互相浪费时间。这大过年的，你跑到人家家里头，把人家电视给砸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老实交代你的问题，那是我的电视，我砸的是我的电视，那我送给他的电视。对不起。 麻烦你把腿放下来。他们说，送出去的礼砸了也不给我。说说怎么回事？这谁的车？ 谁的谁啊？动一下，大勇，动一下！哎，恭喜发财啊！恭喜发财！哎，好了，看，2.65块，收你2.5块。好，谢谢啊。啊，强啊，快一点的啦！生意不错，年年有余啊。这个。 老龙啊，我听说年后啊，是不是市场有些新的调整了？老高的消息很灵通的，年后啊，管理费和租金啊是不变，但是我们的这个卫生费啊涨一涨。可以，没问题，我支持工作啊。好，那就这样啊。哎，阿龙，他们说是不是年后那些当铺要打乱了再排一次？对啊。 年年都打乱呢，啊，这是换来换去的，有新鲜感，对不对？哎，但是啊，这么多年你这儿是没变的，对不对？啊，那今年再变一下。哎，我这个尽量不变了。你看我这些设备啊，它都焊死在那里的，要是真搬起来很麻烦。阿强啊，前两天有一个老板啊，哎呦找我哥就看上你这个店了，非要给我哥送那个等离子。 电视是哪个？哎，就是这块，这是我们的最新品了。这个多少钱？21800。那个，这个等离子电视有没有便宜一点的？你要真心想要的话，我抹去零头，21800给你。行，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哎，要不你看看这个吧，这个虽然不是等离子电视机啊，但是它的观赏效果也是很好的。
老高。哎，恭喜发财啊！过年好啊！过年好啊！启禀。嗯，行吧。事儿就那么办。阿龙，我过来给你拜年。新年好。哎，放哪里？二饼。哇，好手气啊！欢迎你。阿龙。哎，老乔，不知道你在啊。五饼，好。阿强，坐，喝茶。阿龙，过年以后，我们市场那档口全部要打乱了。是啊，抽签。我那个情况呢，是卖水产，你也知道，打乱的话，我这设备还得找人搬，挺麻烦的。都麻烦啊？怎么就嫌你麻烦啊？啊？你最麻烦。你刚才不是说抽签吗？回头你就说，我就抽中了我原来的档口，那不就行了吗？年后再定吧，啊？六头啊！帮个忙啊！怎么帮忙？我帮你了，我帮不帮他？我帮他了，我又得帮他，通融一下吧。通融什么？你们家刚搬来厂子的时候啊，你爸还是跟我爸的一个车间的呢。大过年的，跟我提那个死鬼干什么？你看我都给你送礼了，你就通融一下嘛。你送什么？我那电视，你不是喜欢吗？你送的？我那电视你放到房间看吧。小伙，小伙，干嘛呀？他送电视了吗？我阳台呢，阳台。你看，送了，真的。帮个忙，我说谢谢。搬走啊？我不搬，送出去哪有拿？搬走，小伙。我来，哎。那个，能不能帮个忙，跟你哥哥说一声，把那档口给我做好。啊，帮个忙啊！滚啊！你走着瞧你。没爹妈管教的东西就是没规矩，送的东西还能要回来？你说的这些我们还得核实。我现在问你，你们打架到底是谁先动的手？实话实讲。他推了我电视嘛，又推了我嘛。我问你谁先动的手？我冲上去，我拽着他的衣服。高启强，你们之间不管因为是什么纠纷，你先动的手，你就涉嫌违法，明白吗？这个能不能松一下？这个啊，这太紧了，这个。嫌紧别打架呀。规矩。哎，警官，你看这年三十晚上啊，我妹她是在外地上学的，她回来过寒假。我弟也在家，那我就先回去，我给他们做个年夜饭，他们吃上的时候我就再过来，好不好？这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啊。你坐好了，别动啊。你要干嘛呀？再这么就犯错误了，你不怕我还怕呢？你没有听见吗？他刚才一直都在讲，是那个人推了他，电视砸碎了，然后他才回手跟人打的，怎么能是他先动的手呢？这事儿肯定他说他有理呀、啊。那他还说了，我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下去了呢。最多是个寻衅滋事，咱把口供录好，移交派出所，咱任务就完成了。
哎，行了，一个人够了。你先喝水去。我跟你，你先进去喝去。冷静冷静啊，喝水去。安心，门口有人找你。哎呀，安心！司仪，过年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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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头锅的饺子，韭菜馅的，是你最爱吃的，还有几个年菜啊，趁热拿去跟同事吃去。家这么远，你跑过来一趟干什么啊？本来让老孟叫你回家吃饭的。嗯，老孟说是你主动要求过节加班的，快，别放凉了。没事，我送你。牛不？哎呀，没事没事。你忙吧，那饺子赶紧趁热吃了。知道知道知道。等过年我看看，初五初六吧。我可能就没事了，必须得回家。回家，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回家啊，回吧。好，好，好。哎，这个我不拿，你们留着吃，回头把饭盒给我啊。行，哥，谢谢我们警官。警官您好，警官同志您好。你们找谁呀？高启强是被关在这儿吗？家属啊。哦，我是他弟弟，我是他妹，在里面。那个能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衣服能带给我哥哥吗？我怕他这个在监狱里面太冷了。我们这不是监狱，我们这是公安局，再说我们这也不冷啊，我们照顾他照顾的都挺好的，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你们回去吧。哎，警官同志，那个来，那个我们兄妹俩包了一点饺子，今天不是过年吗？现在要想我哥哥能不能吃上一口，您能不能？你这个东西按规定也不能拿进来的。他本身事情也没有那么大，过几天就应该能回家的啊。大过年的你们就别在这儿了，你们回去陪陪你们父母啊，劝劝老人，安慰安慰，好吧啊。我们没父母，我哥是我们家长，每年大年三十我们都是一起过的。看看春晚吧。哎，谢谢您啊，警官。等太久了，没人让我俩进来。我哥他能吃上吗？哥，那个警官，是这样啊，刚才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你们带进来的饭菜，不可能交到你哥那里的，这是规定，所以呢，听我来安排啊。好，这些呢是我们自己的饭菜，如果你们不嫌弃呢，就让我把这个带给你哥，他一定会吃上。你们呢，这两份跟这个也一模一样，你们也可以吃。那我这么安排，你们同意吗？哎，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为什么不给我拿筷子？哦，在那儿。啊，这里。对对对。哎，红色口袋。哎，好。对，来。哎呦，行吗？慢点。谢谢您。警官，那个我哥他能看春晚吗？你就说看春晚，没事。谢谢你啊，警官。那送电视的时候有人看着吗？没人看见，发票有。弄的，陈姨，知道我们两个在值班吗？给我们送了年夜饭。局长夫人呢？啊，我这给你可占了大光了。要不你们先吃饭，我回家给我弟弟妹妹先做饭，好吗？你想什么呢你？先交代你问题。那个多一份，
的钱是用的？不分的差不多了吗？吃完了再钱不一样吗？哎，就这样定啊。一个高启强，我们就多一份。过年了，反正你现在也回不去，那你也凑合吃一下吧。可以，那个空的，你倒杯水，看着他啊。哎，干什么？小品多好，我听听。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你要现在还不吃的话，那个脚就粘在一起了。警官，我要说的都说完了，你让我回去吧。我弟弟妹妹不会做饭。会做一点饭。他们在哪里？都在隔壁。此刻，跟你吃的这份是一样的。怎么称呼你啊？安心，安全的安，欣欣向荣的欣。新年快乐！出息了，阿强，现在比他爸强多了。没错，没有没有，你看看，你看看，咱们这个村里这个广场，还有这文化楼，咱们老人呐，每天都在享受，是吧？这是做晚辈啊，一点点心意，应该的。来，你们随便随便。好好好好好好，吃。您身体怎么样？身体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那不行，三叔公啊，小龙啊。你回头让那个心脏外科陈主任，让他亲自给三叔公检查啊。好，三叔公，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办好以后给你打电话。哎呦，谢谢。阿强，嗯，我听说京海黑社会闹得挺凶啊，他们有没有骚扰你啊？现在是法治社会，没有什么黑社会吧？哎，有。前两天咱们村里那些年轻人回来不都说了吗？有个黑社会老大叫什么来着？刀哥。哎，刀哥。对，叫刀哥。哎，哎，这个刀哥啊，他是个放贷的，说
不还贷的就真的剁手剁脚啊！没错，他就剁手剁脚。哦，这么凶啊！哎，这，你听说了吗？嗯，没听说过。没听说啊？哎，你听说过刀哥吗？没听说过。都没听啊？刀哥。刀哥，车挡村里的路，我用下您的钥匙挪一下车。叫我小龙就行，我跟强哥混。来，二位留步吧。好，哎。慢走啊！哎，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嗯，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嗯。你好，几位？哦，里面请。哎。哎。强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嗯，知道。还有，不光是下湾，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我安排的。啊？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那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就接着挖呢。那就到时候再说吧。老宋啊，我晚饭都不吃了啊。哎，好嘞。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强哥，慢走。嗯。一会儿藏稳。哟呵，哎呦，真够巧的啊！二位领导，哎呀，吃肠粉哦。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哎，特别好，两慕名而来。哎呦，尝，好啊，好。哎，那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肠粉，我们再加两份，一共三份，好。AA 制，哎呀，哎，对对。嗯，还行啊。嗯，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体察民情。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没，不敢。那咱就不唱高调啊，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哎，放出一批之后，咱们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这么不讲究啊？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
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好，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所以相信，一定相信。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没说，没有没有。安心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现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打捞吧。是。等等，安心来了没有？啊？安心！安心！哎，安心！安心！局长叫你呢，孟局。安心！到，站长，报告孟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给他穿上衣服。是。是。上吧。哎，我拿去，谢谢。大衣给我。孟局，快披上。桑，快点。你叫李强。是，双桥派出所调到咱们刑警队的。我记住你了，好好干。是。安心。到。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是，局长。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那你还非得管我。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刚才孟局的意思多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我这是不要求进步。
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我没听见。好，安心。到。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什么意思？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要用一百句谎话来圆。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滚蛋。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是让你去表现。啊？你想的没错。你想想看，以后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好像写的不错，写了一晚上。写这么多，比较触及灵魂。安叔让你写的？是，我自己自愿写的。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那个死者身份？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湖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还有吗？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就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儿都有啊。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买了买了。哎，不是带人回来吗？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过，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民。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哦，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两个月没来了。黄翠翠就住那里。我。
手！后台呢？上手！啊！我操！哎，杨琴，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我哪有那本事？但是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那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没事。哪出城了？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你小子，不要命了啊？生往上铺吧。急了吗？当时。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在审讯室。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黄翠翠，你认不认识？认识啊。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有一段时间了。你们俩什么关系？就那种关系吧。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恋爱关系。好好说。皮肉关系。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一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啊，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哎，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谢谢。大埔南角。安心，走，晚上派车来接我们。是。安警官。高启强。哦，高启强。到。哎呦呦。哦，你今天出来了。对，刚出来。还挺快。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啊，回去。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好，再见。再见。安警官，哎，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这一条路好像都没有。哦。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不行不行，你先回。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谢谢啊，谢谢啊，没事。你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肯定不一样啊。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儿下？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吗？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对，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不会，我就回来看看。你上次讲就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有一把我的秤。哎，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好。哎，干嘛？市场不让进。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什么是你私人物品？干嘛？什么是你私人物品？就我自己的。哪个是你自己的？哎，差不多。行了，这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弟弟。你心脏没问题了？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懂点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他的东西拿不走。阿乔，为什么？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他拿他自己的，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你是哪个派出所的？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啊。我们归工商局管啊，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先让他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们拿东西。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过分。高启强，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谁都不许拿！我干啥？放人！走！松开！松开！松开！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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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想干嘛？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这是我的。行了。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过去。你别动他，你别讲话。过去。唐小龙，听我一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雷哥，我们照章办事。我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警察。我不要了，算了。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听好了啊，他姓安，安全的安，安全第一啊。市局副局长也姓安。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东西都搬走，没有问题的。你还光愣着，你吃啊？为什么要搬出安局？你看，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不是我爸，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又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菜去了，怎么了？哦，我们去楼上找那谁，啊，不在，你在这等会儿。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那谁家不住楼上？你不是来找高哥来的吗？有事就说。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什么事。走了，哎，高哥，不找高哥了。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你都听谁说的呀？都这么说。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啊？那咱市长不有人罩了吗？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也不是很多人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呢？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不收了。你吧，肯定不用交。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怎么了？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你看巧不巧？你巧不巧？强哥，我手气很旺的，一抽就是强哥。哎，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3到5年了。啊？再说吧。别，不能再说了，来就跟你说好了啊。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为什么事儿吵啊？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平时也不打电话。家里没电话。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叔叔。怎么了，小妹妹？我妈妈是坏女人吗？你说什么？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不是啊。怎么了？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他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他就会来看你。阿杰，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瑶瑶。我觉得你呀，就是选错行了。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切！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得少，看多了就习惯了。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吗？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麻木也不是好事啊。是不好，但你需要的。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厨力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极重，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骡子。风驴子？不，驴子。风驴子？是我亲手送进去的。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你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好。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嘛，用来吓唬人的，心里头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犯什么事进去的？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冲进去，他疯了吧他？那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7天。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她是30号。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1天呢？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我说，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一位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你们谁先抽啊？我先。对不住啊，各位，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信？行，你别提你的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
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说这事儿，安局怎么说？我去不就完了吗？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哎，我去好了。卫生费啊！哦，卫生费啊！哎，虎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你听谁说的？我随便问问。你要替他交吗？哎，不，没事儿，没事儿。话。哎，龙哥，怎么了？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去帮个忙。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哎，这事儿能搞？找老高啊！啊，哎，老高，哎，老高，哎，老马，忙着呢。啊，对，怎么了？有个事儿找您。啊，你说，弟弟啊，这个不归警察管吧？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哎，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不，回头再说吧。啊。新茶韭菜插鸡蛋啊！哎呦，不要，慢慢吃啊！老马，我先走呢，我马上去，马上去。哎，老高，来，好。三十四，老老实实，别惹事啊。犯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你打人还人打你？我打的无人，都畜生。安心进拘留所了。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他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大哥，你为啥进来的？嘿，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我不能跟他说话吗？你不配。他说他不会说话。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哎，吃饭了啊！哎。
喊。喂喂，干啥呢？小罗，你帮帮我，有人要打我，搞不定咱俩找我。哎呀，我平时交这么多保护费给你，你干嘛？你都不帮我们呢？哎呀，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说什么呀，叔？有事没事就找我哥。哎，大哥，这是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哦，我那个，回头再说哈。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没有搞错，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哎呀，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哎，老高说了，他有计划啊，老马，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行，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服？是老高啊？这就是以前高继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我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刚才是我先动手，你为什么先动手？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我就揍他了。那他还手了吗？没还。那你眼睛怎么回事？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那米不加，你加3天，正好你们俩共是10天，一起出去。你为啥要帮我呀？一口饭，一个铺位，多大点事儿？涨。啥？这是啥字儿啊？仗义的仗，仗义的义。兄弟尊姓大名？姓高，高鑫。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体校摔跤队练过。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当保安。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800。出来跟哥啊？啊，你干啥的？正经的。哦，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
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高启强，哎，李警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找安警官。啊，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啊，他没在吗？没在啊。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啊。还在那儿？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不管你了。啊。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不值钱的，没别的事儿吧？没有，就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哦，要不你拿着吃吧。走吧，再见哈。你大哥呢？忙。你兄弟呢？管。你那车呢？扣了。你有一句实话吗？哥是真喜欢你。应酬应酬，我的麻雀。收到，请讲。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呀？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收到。码头街走吗？十二。走。哎，哥，走啊！等等，走啊！先给钱。不用找了啊，走。不用了。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冯旅人。你是真疯啊！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警察。我不是警察，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我叫张鑫，我小前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上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儿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咋的？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海富集团华贸地产。那保安在哪儿？丰南白鹿。有这地儿吗？也有。你确定？哎呀，我去！哥，裴俊哪儿？
你要理解，我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们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这一关？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刘曼，这里是下午抢商场，有人行凶。打的是他，你要打我老大，打我老大就打我的。我都已经给他打了，你说咋办嘛？赔呀！赔！拿命赔！啊！哎呀！停！停！哥，你这是要干啥嘛？你这是？咚咚咚！喊！啊！救命啊！打人了！兄弟，啊！别给哥弄出人命来。好，我哥人也。下来。待会儿我喊一二三，我踹你一脚，你玩命往外跑，听明白了吗？但是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一二三，耶！哎。现在到了，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高哥，哎，安警官没到啊？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就在那头拐角。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谢谢高哥，带我去看。看一下要怎么拼。这想干嘛？
称呼啊？高启祥。混哪儿的？从小养大长大。那你什么意思啊？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回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有这事儿？怎么了？要不这样吧，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谁他妈是安长林？市局的安局是吧？你还认识？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的。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哎，不赊账，记账，给钱给现金，知道吗？没问题啊，照好了啊。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他的，开钱。来来来，你放开，过来，放开，你过来，你干什么呢？我问你，来来来，小玉，算了算了，咱们算什么呀？算了，你刚刚干什么呢？我干什么了？你说干什么了？我怎么了？别问我，你摸他了，这儿都是监控，我告诉你，都看见了。你掉呀，监控！好，我掉啊！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掉什么人？丢人是他，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娜娜，娜娜。哎，你想干嘛呀？你惹完事就想走啊？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谁啊？骆驼。我是马。撒牛。知道我大哥是谁吗？都是畜生呗。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啊！你还想走？拿过来！你犯了吧你！干什么呢？别动手啊！拿过来！别动手！拿过来！我让你别动手，听到没有？拿过来！你松手！拿过来！你松手！你听到没？你们明白了是不是？我这……别动！自己人。谁啊？这是。我女朋友，不是你在这胡乱八道什么呢？你别说话。这些人是你朋友是吗？别说话。你叫他们干什么了吗？别说话。什么别说话？你不在局里面待着，你跑出来干嘛？对呀，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我就不能出来玩吗？
出来，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告你干啥呀？那谁家狗去接你嘛？我用着你接呀？我这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你跟我说了吗？我错了，我错了。错什么错？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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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用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现在你还敢凶我？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你？那我编什么呀？编你妹！你姨、你婶、你奶奶，你说啥不行？非说我是你女朋友？我刚才救了你，那不应该的吗？别一脸不屑的样子，你歪着脑袋干啥呢？脖子扭了呀？不是扭了，我帮你治啊，好了吗？这样行吗？好了没有？好了没有？好了，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星哥，扫个东西。他们到底是谁啊？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这么刺激啊！你是吓着了吧？别忘了我爹是谁，这还算事儿啊？我要不要告诉你爹，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行动？做不了。心跳驴哥是那大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儿，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没完了，腰眼还给一电炮呢。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你脖子怎么不歪了？那边。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你跟我出来。吓死我！坐那儿。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陪陪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没听见，我睡觉了。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了，人呢？叫来啊！凑合看，拿不出手，怎么搞啊？是吧？
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的不熟了吗？就搬到床上了吧？你一定有招。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这把。你赶紧个轻手。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明白？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你们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哥，我是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这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啥上山啊？回头带你长长见识。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哟，都挺沉默啊。警察，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崔恒。上岸，怎么回事？外甥，外甥，什么事儿？啊，你好，我们是静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下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啊，白江波，白老板是吧？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下湾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去。哎，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是帮你忙。我想有用吗？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在场的全在医院呢。你去那边去。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们联系。这是我电话。打扰了。老板，五个厂们，打包带走。您先坐啊。大哥，你这嘎有人没？风驴这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五个铁砂。你怎么样？我更没有事儿。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我怕露馅儿。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完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一介入，又扯出一个下湾黑社会案。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呐。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行了，一口吃不了的胖子，别贪功冒进啊。老板好了没？哎，好了，来。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赢得五分糖分。啊，慢走啊。吃饭了。哎，你吃饭，吃饭。饭来了，肠粉行不行？行行行，这大哥，谁没有筷子？没有，你拿这个。啊，啥时候报仇去？报啥仇啊？那打成这样不报仇啊？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人。我说就是打主人呢。那现在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你啥吧你就玩神秘。问你老板谁呀？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一个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兄弟啊。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那不在话下。我送你一句话，嗯，想发财呀，闭上嘴，少问。嗯，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哈，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昨晚上你说的。老板，我啥时候说过上山呢？没说啊，哪有事？事说了吗？嗯嗯。我说的。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七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朗，真查了不少东西，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目前还没有找到。安心怎么样？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出来吧，我就应该把行李箱藏起来的。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哎呀，是啊，哎，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嗯。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这学校不分配啊？没有分配。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我想回来跟你一起。你神经病吧你？我来帮帮你啊。帮我卖鱼啊？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回去！回学校没得赌了，干嘛？你别动我兄弟！哎，回学校！哥，哥，你先松开，你别走，等我。不是，不是，哥。哥，我大学都快毕业了，我不管你大不大，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听我说一次好不好？不许！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哦，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我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住一辈子。
看看咱们工厂大院，我们有能耐的都走了。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没有能耐，没有能耐就走了。走啊！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但是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不叫小铃铛，叫小灵通。啊，好，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拿着啊！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是不是犯法的？完全不犯法。打电话呢？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少，很省钱的。哼，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方律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当然，尽可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哦，我没了，你还有什么？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找过你，干啥？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以后要见他，你可以穿着警服去。我。别穿，拉稀，阿姐，阿姐。哎呦，老公，哎，别影响你玩牌啊！你玩你玩，玩你们的，没事儿。不，我们很小很小，你别给我聚众捧啊，小心我抓你。没有没有。最近怎么样？挺好。别人找你麻烦吗？没有没有，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啊，等我一下哈。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啊。不客气，少爷。你刚才说什么？安警？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那我走了，你慢点。哎，行，别赌钱啊。不赌不赌。忙吧。哎，好。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哎，老高，我给你打听个人，我把照片给你看了。哎，是办案的事情啊，别在这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去去。那个，我同我 friend 去喊啊，先。耽误做生意。不耽误，没事。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机务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
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也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这我能复印一下吗？随便印。行。干什么呀？来了，来了，来了，一点小意思。干什么？一定要收，不用，真的。那个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过。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采砂场被抢走的电路板查的怎么样了？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哥，老五、老六和傻强都进去了。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儿了。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经常会谈到初心，其实大多数同志的初心都是好的。但在长期的工作中，有的人却一步步放松了警惕，被腐蚀、被拉拢，沦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说明坚持初心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像安心这样的警察常常被嘲笑不够聪明、不会变通。如果以升官发财为标准，安心确实不够精明，但他的品质恰恰是政法队伍最需要的。很多时候贪腐就是从一杯酒、一顿饭开始的。面对领导干部的一杯酒、上任朋友的一顿饭，有多少同志能够做到严词拒绝？公声名，廉声威，唯有执法者严守公正廉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成为一柄永不生锈的钢刀。没啥大事，就是麦格电路板出事了。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吧？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西北方。先绷两天。要是警察这两天不找咱们，说明兄弟在里面扛住了，没料山照上。回头跟老大说，想办法捞人。他俩连地都下不了，就咱俩。下了山，给钱吗？我来晚了啊！哎，您请，久等了，您等，您这边进来，进来。坐吧，哎哎，坐，安娜，您坐。啊，哎，好，谢谢。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哦，我是曹斌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我是他哥哥。哦，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是，曹斌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找您是最对的。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哦，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哎，好好，哎，服务员点菜，点菜，来，拿来，给我。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对，您千万别客气。哎，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好。行，我就点这些吧。好。其他你们来吧，啊，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啊，点个别的呗。哥，那个我来给我。好好好。咱们喝什么酒啊？您定。也是我定。您定，都您定。那来一瓶这个蓝带 XO 怎么样？好啊，好。哎，我给你整一张。哎，哎，爹，刚来的。怎么样？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没人说不让带呀。哎，怎么放空？我去，我2000多的。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救了你命，知道吗？转过去。干啥呀？拍照死人呢？你干啥？啥也没有了。哎，你看啊，怎么呢？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够你买十台。来都啥人啊？少打听。你们大哥啥时候来？少打听。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猫头鹰已就位。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通知他们随时待命。119120呢？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万事俱备，就看来一群什么妖怪。手机，停！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说话！您到了，您到了。上船。哎。刺激吧，啊，太刺激了！正主来了，干活。哎，哥，哎，坐坐，哎，站好，哎，就是。曹总，把嫌疑目标的照片再放大点。是，把上船的那几个人调出来，截图放大。今晚上的局有点大，不知道。
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绝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怎么了？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你先冷静点儿，明年你有可能调正岗位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那我打个电话。直接去一趟，面谈。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曹队，船要开了，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等安心发信号。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咱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平时我不咋喝。咋？不相信哥？别！你看，哎。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对。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做保安的。枫丹白露，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特爱听。沈阳体校吗？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我上厕所去啊！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哎，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他？录音笔。哎呀。那狠呐！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呗。给了吗？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谈谈。这次你大哥没来啊？见他难着呢，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哥，咋的了这是？张鑫，照顾一下。你忙你的，忙你的。快点啊！
老大，您说。人都上船了吗？上了。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警察。船还是正常开，到海上去解决。明白。Party 办不成了，哥，那咱们回吧啊！嘿，你赶紧弄几座小舢板，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好嘞，好嘞。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韩信还没有发回情况？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救过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师傅教你啊，特殊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Fuck!
冯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吗？没有，还在找。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但是，海静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都安排了。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嘛，我没有发信号。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疯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文杰，距离下个委员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吃一缸做好的饭，等它好点给它热热。是，孟姐。有事能熬定吗？好的。 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老孟，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 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心的命才能保住。 谁呀？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下手里所有事情，我过来看你。那个好吃的。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给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七个来止不住，他不说完。” 我还以为你光荣牺牲了呢。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喜庆啊。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吐你墓碑上。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做的似的。就是你妈的。 行了，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有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好像我不用打了，不吐了。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这个风雨后台到底是谁。我说，要是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吕子。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啊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江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嗯。哎，到高启强的菜市场了。安大哥，哎，李大哥，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要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韩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就是来看你的。他想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啊，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哎，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我就回来了。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哎，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那我凑合一个。啊，行，味道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你不来吗？方便吗？行，小伙啊，你帮老高看着他们啊。好好，走这边的啊。阿雄，这边都是阿雄。对，四位啊，四位。这个档口，哎，这里有四个肉档，啊，那边呢是蔬菜，这边卖肉的阿荣，阿荣。安警官，这是里边请。安警官，安哥，里边请，就这里。阿雄，露脸的机会到了啊！哎，好嘞，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进来，看你的了啊。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哎，好。那个，我买单啊。今天我结账啊。不，来这里，我来。警官，放这里。行了，别擦了，没那么讲究。安哥，你吃好啊！哎，我今天主要找你来，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哦哦，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见义勇为去了。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儿。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没文化，确实没办法。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间隙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行，一有空我就学习。啊，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哎呦，这看的什么书啊？青年文摘啊。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那不至于，本来都。
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参考消息啊，孙子兵法呀。稍等一下，阿雄，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行，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我给你讲，辛苦阿雄，来。你多写几本给我，哎，多写。孙子，还有兵法要连读了。哦，孙子兵，也别贪多。好，先看这些。行。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回单位吧。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起码敲敲山震震。看看认不认识？不认识。仔细看看清楚。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可以啊。好。卡呢？啊，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了。你敢再说一遍吗？我打个电话。老板，警察来检查了。天还没黑就来扫黄。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是。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你们老板呢？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慢，您别见笑啊。啊，来，两位里边请。啊，两边，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老板好，这谁点的？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老板好。大声叫我出去。您两位工作太……我让你出去。好，快点快点快点。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又干嘛去啊？换警服。欢迎欢迎。喂，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
哎，啊，我是在呢，哎，我喊的。阿信，听我。您稍等啊，我叫他去。急什么？急了能怎样啊？我谁的面子我也不给啊。喂，你好。为什么不让我查白金汉？你查白金汉，查的是谁？疯驴子的后台啊！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无凭无据，你怎么查下去？你不让我查，我能查出来什么凭什么据呢？你连个手续都没有，穿着这身警服往人门口一站，影响人家正常营业，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这来干嘛呢？谁给你打电话？孟德海。那你找孟德海去啊！别以为我不敢。声儿挺大啊！找我，那个，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你先休息吧。是。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他似的。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强哥。哎哎，海总，睡午觉呢。哎哎，我来我来。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啊，毕业了？没有，他现在啊是实习，没过来帮你忙。坐坐坐坐坐。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你拿条烟。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哎呀，你抽吧。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我放着放着。哎，怎么了？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你不是缺钱吗？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哎啊！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的呀。哟，爸，怎么那么早回来了？问小龙他们借钱了。什么？我去做饭。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啊？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我把这件事情想简单了，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就是昨天晚上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那也不惯他毛病。
那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行，我来想办法吧。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雷哥，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的？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开了呀！等开啊！你别吓我啊，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走。确定是这儿吗？哥，徐磊就来了。青哥，就这儿。走啊，抄家伙吧。徐磊在哪儿？你们啊，在这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聊什么？万一他能还钱，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打。咱们就直接上了。没事，我想试试。徐磊，好大一条鱼啊，雷哥！什么大的？不少吧。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拿点钱就是。哎，是。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哎，有人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拿点钱就是。哎，是。
一看强哥就是被人打了。怎么了？没有人。没有人？不可能啊，人就在那儿啊。江红，你看好了，我过去看看。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不能说。白金汉老板托人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托的谁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那是退不掉，你得去。挺烦人。这样，你陪我一块儿，再把安心叫上。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行，我陪你去。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船，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上船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白金汉，是。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铐上带走，啊，京海市公安局你的。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行，你没错，我有错。团长，把枪交出来，拿来。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你好好开车。说说情况。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溺水死亡。身份弄清楚了吗？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王局，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他就是徐江。拦住他！告诉你一遍啊！站住！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是吧？配合一下，站住！我就想看一下我儿子。您听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他怎么死的？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我看你。
哥，你遇着事儿了？没有，13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 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儿？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睡觉啊。刚好一进。老马。啊，我给你找。老马。哎。强哥呢？哎，没见着啊。 哥，怎么办呀？钱啊，去他家。谁呀？ 小龙哥好，小虎哥好，小盛在家呢，你怎么还没睡觉呢？我刚刚眯着好了一会儿。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哎，不用不，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哦哦，我想吃肠粉。嗯，你去吧，没事。锁门啊。哦，我知道了。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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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这个是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那老板怎么说？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这样对谁都好。2万吗？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1万。强哥，
其实这事儿开始就值3万块钱，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处理，钱都是你的。不会啊，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行啊，这我们拿不了啊，这个。我们走了啊，强哥。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哎，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折。哇！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电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我们是这么认为的。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行。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说说。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不能吧。还是吗？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你查下去。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那他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担心你这不是较劲？我怎么是较劲呢？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这个是徐江的儿子。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
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安心，门口有人找。谁呀？老高。哎，安警官。找我。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进来聊吧。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间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坐。哦，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口水。谢谢啊。哎，又来我们这里了啊。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接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现在还没出来，没出来呢。嗯。但是，6年前，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她的爸爸去看过她，她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她就跟她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她。”安警官，你看她是有没有可能她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就是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哦，你看到了？嗯。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叫什么名字啊？徐雷嘛。不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哦哦哦，黄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哪个莫啊？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嘛，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墨，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墨或者陈进墨，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哎，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市区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还问啊？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爹妈死了，孩子也死了，出去没什么劲。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谁说没？我的孩子让黄翠翠那王八蛋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出去亲手弄死你。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6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想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就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那个黄翠翠死了？啥？我说黄翠翠死了。报应。
哎呀，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你方便给我几根头发吗？随便。来来来来来来来，开心啊！坐坐坐坐坐坐。感谢感谢阿斌啊，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谢谢啊。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我是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对对，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聪明？嗯。能有多聪明？不服你？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这么的，表演个做题，啊！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呀、啊？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鸡兔同笼啊！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一只兔子一只鸡。哎，这好像真是啊！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的。12只兔子，24只鸡。88个头，244只脚。34只兔子，54只鸡。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题数错了。就是给我拎包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没事吧？嗯。看车。哎，上。嗯。手机不见了。手机没了。啊。到那边了吧？不，嗯，那边，刚才喝酒的地儿，你去那边。不是放在桌角了吗？对对对，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汇合。好好，在这会儿，赶紧去，赶紧去。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找他吗？喝吧，儿子，喝吧啊！爸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
我刻完把这个给你买。哎呀，你说你这是不是爱喝的？雷的事儿有消息了，姐，雷子最近去下班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下完。白江波，对，哎呀，丢！他招惹他干嘛？雷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你想吃掉白家的沙石生意。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谁呀？暗号，闪开！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脑子呢？姓白那个在哪里啊？你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没有了，老板。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他们什么？成年出色了，你偷的，就在你那儿。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他们喝了很多吗？没有喝多少。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玩火锅啊？大哥，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那狗皮膏药。大哥，你别。谁呀？谁呀？谁呀？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通知。那你们干嘛来了？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哦，抢劫？抢什么？你这儿客人的手机。谁干的？知不知道谁干的？特别配合。警察啊，
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凶手找到，听见不？放下，跟谁比比划划的？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那只能讲了。徐总啊，杨，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了。他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三叔啊，这么大岁数还出来办事啊，腰挺好啊。我岁数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下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偏向他那边了哈，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意外。我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人呢？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照您画的去做的。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别跟我啰嗦，我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他妈欺人太甚了，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别以为我怕你。过头了吧，徐江。白发人送黑发人，
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太叔，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好，你怂的真是我看啊，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两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啊！酒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哎，没想到一个老头子了还这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